大家好，我号做林定吉，我出身伫邮政界，较早都拢从事即个民主运动，我今日要讲诶，艺术笔记，就是在做。真紧就会成为官员啦，或者是讲变议员。那么你担任官员，你做议员，一定爱知影议事规则，要安怎开会，要安怎议员要安怎去质询，这拢真重要。真可能咱内底，咱在座真侪人毋捌接触过，所以讲今日是伫遮落来讲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。这个议事规则这个册真侪啦，有个要几落百本啦，你摊去迄个册单啊，到位啊，随便去找拢找会到，真侪优点啦吼，是讲经验提供，互大家做参考安尼。伫遮都讲一下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因为早期的时候，我做囡仔时阵的时候，我都捌拄着讲一个临时去互选起做家长会会长。家长会长方选调了，起来地主啊咧。地主的是无准备啊，是安怎样啊？伊就起来讲啊，讲主席白就卡低高营啊，今年50岁，这样呢听起来敢呢无偌优雅。佫有一个我表小弟的，伊方选调民进党的代表，伊嘛起来地主。地主五行义，哎，无啥对哈。是伫新民的面头前，才称呼家己是地主哦。所以讲，无准备的结果，就是引起这个，敢呢无安那个啦，油压安尼吼。这个你也无准备，我较早电视伫这个第四台电视出现。我一个朋友，叫做阿南啊，伊就讲：“老大，你常在你电视顶头臭屁，你若有机会坐来去一届啊？”我讲好啊。拄好过计无偌久都有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讲，有一个叫做东湖新工会要成立啊。这个工会是我改辅导啊，成立的因都有邀请我去做来宾啊呢，我就带伊去。我地鼠帅是人咩？虾米地鼠妖精？伊实在是一个迄落汉贼公。那妖精啊，咩虾米地鼠啊？不也是我个改为像讲这拢是无准备的结果，才地鼠家呢。咱来讲这个，就是讲这个会议的名称及这个会处时间、地点、出席人的姓名及人数列席人的姓名、主席姓名及这个记录姓名报告事宜、决议。方法及结果，其他重要的事宜，这真重要的。你担任主席，你担任主席，你大先第一个步骤，你就是清点人数，清点人数有够，有够，都计出来遐人无应该来的咧，遐人是什么人？这就是我头一届主持会议的时遇到的代志。我看问，安尼都唔对咧。这工会开会，
甲国民党有啥物关系？甲伊无关系啊！人事的、政风的，啊，这甲因拢无关系，啊，拢撞撞来，哈、啊，我真无客气。甲本会开会无相干人事，请离席，甲赶出去，你知？这就是哦，为了这句话，我伫宜兰的政界全出名起来。第二天报纸写半张，这小囝真好胆呢。哦，啊，怎么这个了后的事哦？这个，迄当阵啊，老修祥伊还未做选议员，哦，啊，伊都哦干，啊，这款真好胆的卡潲，放到个邮局，安尼伤浪费，伊就邀请我去迄、那个。罗岗支援会去啊！啊，落尾因是让我做会长，我无爱经提示嘛，无法度安尼。哦啊！啊，来搁再讲哦，讲这国民党的恶质，恶质干哪样啊？伫迄个1984年啊，甲1986年，我曾经担任，我是用选出来的，用选出来，我第一高票当选会员代表。结果我三年唔捌参加开会，唔是我唔爱去，伊都唔爱我去。都开会无甲通知，我唔知人咧开会，我就无去啊。好，这予人真愤慨。第二届就讲好，安尼我要选理事。嘿，伫这个伊这个邮政的工会书内底哦，这拢有记录伫哩。我是最高票当选啊，当选这个。这个邮政工会的理事，结果嘛是三年足足到位，甲下任我唔捌去参加开会，因为因无甲通知，我都唔知人去开会，我都未去嘛，哈，啊，所以讲，啊未去，这到尾啊，我都，哇，这人真愤怒呢，啊你，我嘛人耍呢，我代表。85%，我的得票率是85%，相当高。啊，我代表85%的人当选，啊，我要代言，结果开会唔加通知，啊，我就唔知影就无去啊。唔是讲我失职，啊，伊就唔加讲我变咗，所以讲我都无去。哪位哦？我就。啊，你这无过进一步，家己负责啊，较踏地袂使。我利用八计划时间啊，下班我就伫迄个同桌的所在，稳稳啊去串联，就是准备要给打倒。结果真正有影，我八计划巡逻，安尼大家会拢。12点才转，结果算出来，真正有影，全部去瓦解消灭掉。国民党遐鸟啊鸡啊，拢去瓦解消灭去了。所以讲，伫开会时阵，既然我甲当选常务理事，啊，就是会长啊，主席就是我做的，啊。我真用心去了解开会，所以讲这个议事的规则啊，真哩重要。所以我唔只讲哦，这个议第一个就是爱清点人数嘛，啊人数到个时要宣布开会，这个青面鸟爷咧，啊有国民党，也有政风，啊秘书讲咧，啊那这。调查局要监视啊，所以讲我就甲伊赶出去。我就甲伊讲，甲本会开会无相干人士，请离席啊呢。好、哦，要求这条代志是惹大条。迄个时阵哦，敢像我呢是找无几个，咱老实讲，啊，我就是真好胆。啊，这。这个
主席任务，这会议的停息哦，由主席临时主席发起，然后召集人报告出席人数，后哦再宣布闭会哈、哦。开会时依据不足开会耶稣者，主席的宣布延后开会，延后两次用不足耶稣，主席应宣告延期开会，就解开谈话会出席。哦，人数因未达到开会的耶稣得开座谈会诶，即谈话会哈，已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作为即、这个组成即个决议哈，会后将决议通知70人啊，以下后边正式会议的时则阁确认嘛呢。哦，谈话中以开溜的诶，即、这个以。伊达开会也是哦，即即个改为正式会议啊呢。啊，会议进行中，经出席人提出耶稣问题，主席应以各种方法来催促即个离席人倒转来议席啊呢，并清点在场人数。如不及，主席应该散会，后即个开。这个座谈会哈，啊，那这个期间哦，我自来加入这个咱这个团体的这个期间，我伫一个人开始，我是移花当州，我一个人做州长，啊，大家拢向我处长，人随独独了。向州长，向州长啊！向到我真正要做州长了，你唔知爱甚无？真正有影，必须长甲讲，得要有薪水通领。啊，你讲这有影，这有影咧。啊，我较早去共招呢，啊，人拢招伊只加州人拢甲讲，啊，你得要厉害死啊！结果我开始个当我那几啊年啊，我也无叫厉害啊。哦，因为伊袂使甲咱抓诶，即、这个大清皇帝哦，伫马关条约挂上台湾平和，互大日本明治天皇，所以台湾都毋是伊诶啊！啊，所以即个中华民国宪法内底伊诶疆域。伊个版图并无台湾，甲搭嘛无，啊甲搭嘛无，啊伊是凭啥物甲咱掠？暗示因个啊咧，伊有蒙古，蒙古好要地理，蒙古讲是因个国土，啊台湾就甲伊无关系嘛，因为伊伫1895年个4月7日就挂上予大日本啦，所以讲甲伊无关系，毋免惊。我这么久我都唔捌去哦，警察伫阮兜过，拢嘛家家手摇啊管，哎，酒店你好啊呢，呵呵呵，实际上因为我唔是讲笑谈，所以讲哦，这个中华民国吼、哦，爱台湾，啊台湾若要回归中华民国。要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的疆域、疆域，爱什么手续哩？咋？啊，国民大会通过，开会通过，才会使把这个台湾平和纳入因的版图。所以，加这个国民大会嘛，取消去啊嘞。当然无国民大会啊，这变作石沉大海。伊讲因呢，你国民大会敢有通过？啊无啊，所以讲哦，我那过遮久啊，伊也袂家己啊，我过我真正有影要做州长，人吹独独个，你唔当无自信呢，真正有影，哎，警察嘛向我州长，所以讲哦，这个咱
这个是相当重要啊，开会的仪式哦，非常重要。这个仪式你若唔捌的是，人甲你问啥，你无在答复，啊就要安那？哦，啊你做议员，你要安那去讲质询，要安那去讲问，你也唔知啊。哦，所以讲这有当时啊，我讲一个故事哦，大家听。我曾经捌去参加这个，伫迄个花莲国军联营馆，伫遐开这个邮政的，这个路工会的，这会使讲较高级的，全台湾才76人尔。啊，我著去参加，有加邀请，我著去参加。啊，参加都实际上也是变成的享受。去啊，有在食，有食好，食有大餐呀，食个大家出个意义。啊，这个会特别帅是呢，有一个临时动议。啊，临时动议，讲实在，76大家是要去啊，食要去啊，啉，就是安尼尔。开会好啦，你讲刷摊是爱家己出钱款啊？啊，临时动议的时，大家拢点点也无人讲话啊，我嘛无想要讲啊。迄个上级的指导员，伊佫甲暗示咧，因为我坐你同头牌，伊甲暗示咧，暗示讲啊，你当唔起来讲者安尼？好啊，安尼嘛好。我就起来讲了咧，我就讲，我头先用北京语讲，我讲我到尾也是该讲哦，为强我北京语讲了较无好，我用母语来表达，恁会听较详细哦。我就开始个念落，讲依据劳动基准法。凡既有可责权者，不得当选为工会代表以上之职务。在座唔只三人啊，无符合这条件，无人敢举手啊。啊，本地因遐大多数76哦，卖讲好笑，同少无70八个，伊都我都爱讲话。我问到这的时呢，主席理事长，伊学我的，你知？伊学我，因为我捌赶人客啥，伊拢在场拢有看。伊手怎拄光下斗啊，甘要看你一边，是我人坐你这边。啊，机会来啊！机会来啊！心中眼，你了是本色了。哼，伊讲无啦，我都伫甲你听。讲你这样做什么态度？本色发言，你手拄的下斗，这是叫做什么态度？伊讲啊，我都有滴甲你听，我有滴甲听，我拄个讲啥，你唔讲着我听，吼、哦？哦，这一个连落去半两年久啦，还唔是安尼尔？后壁来一个崩听色的人，结果我尾也才知啊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叫做郑龙南。伊就讲找招一挂同事来，我带恁来去看人开炮。啊，伊嘛唔知讲，我嘛无一定讲话啊。因就是讲要带恁来听我讲话。结果我伫个特别是后壁破声、唰啦声、叽叽叫安尼，是足伊足无民主的。哦，伊主持会议，你这遐无礼貌，我著根据这点，我著甲交判两句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做议员的时，你著爱查要用安怎样甲交的。哦，啊，伊话交的，真衰了对了，拄到这个鬼哦，真衰。啊，这艺术啊，要发言的时啊，应该要先请求发言地位，
等主席认可，输得法案。法案是先声先声明，法案性质对在场的问题为赞成，反为反对，为修正，后停止动议安尼，吼、哦。讲到这吼。讲到这，咱就来讲这个，歹势哦，我无已经拢袂记哩啊，无介绍个，这个亲像讲哦，咱。要担任啥物啊？咱就爱去服务基层啥等等，这拢足重要。我伫担任这个邮政工会理事长的时哦，都曾经一个大客叫真侪个同事拍电话来话，伊讲个理事长啊，阮局长啊，阮这新的局舍办公场所拢新的，冷气。靠几十台拢唔还用，啊！这就是开会的技巧，啥是讲处理代志的技巧其中之一。我都讲好啊，恁拢卖讲，恁有甲讲，我再来处理。啊！嘛，我去的时呢，当然我是理事长啊，伊官比我较大啊，但是那伫工会这边，伊是我的，算我的无。报销个，伊较细，我工会，我大工会，伊工会啊囝，啊伊就陪我去哩办公场所看，啊去哩看的时候，我见面，电梯门开开，我讲哦，这臭，这边啊用温工啊冻会掉，这安尼，无通风，无开冷气，这会影响温工个。健康心心的啦，伊啊，无紧开，这都创咩互恁用的？实际上是伊忙开了，伊忙开啊，我就用安尼个食，啊，伊就讲啊，拢爱开啊，无真妙呀，理事长来安尼见面就闻到迄个臭腐味啊，哦，啊就拢开啊，安尼开始就拢会使开啊，啊，即种开会有当时啊。真讲，即个因要开会，要提交我，即你开会卖讲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哦，所以讲，我慢慢拄到吼，有一边家人分会，啊，伊就开要开即个哦，做奶奶乒乓赛、友谊赛，啊，伊就邀请。啊！邀请啊！有干事甲问讲，理事长安怎要号做什么名？因为迄个报名单空白嘛。我就讲号做加巴兰，要号做什么名？我嘛无想到讲，啊，迄种既然袂使，哦，我讲号做加巴兰都啊，要号做啥？哦，夭寿哦！啊，伊个人去拍乒乓，佫拍赢，啊，倒来佫不离小拍。啊嘛，有一个姓魏的代表，伊就伫切话讲，要安那甲定这条，是安那要合作加巴兰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人就甲我头讲啊，我就知影，知影讲你要甲定这条啊，啊，这条，像我这都是艺术规则哦，内底真重要的，所以讲我咧才讲我大家做参考。伊甲临时动议的是用市民甲我进门，伊就是要用临时动议的是要口头咁个修理。甲我知影以前，我就迄阵阵啊，陈定南的助理哦，做咁敢若做官方证的款，讲关小姐，啊你唔甲迄个加巴兰。这个加巴兰是安怎来？这个名是安怎来？
讲实在，我嘛唔知影。哎呀嘛，伊就去把资料调出来话，啊，资料调出来是，就是康熙两年的时，因为五沙死去，五沙较早是带领宜兰人，伫宜兰遐托院。啊，五沙死了的时，五沙把这个单都因啦，或者五华升起来。啊，五华升起来了的时，五华的。你这个康熙两年去湘西哦，清朝啊，清朝皇帝第五年才给核准为噶巴兰厅，所以讲宜兰这个位同在的噶巴兰厅就是伫遮来哦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噶巴兰这个名就是原住民的酋长的名。啊！我读个足详细，参字参，咱拢甲记起来安尼。啊，个开会进展呢，我有亲信，我讲哦，啊，川你临时同意是紧举手加问，讲为何要合作加巴兰加巴兰队？哦，啊，我再来答复。这是技巧的，所以讲技术哦，真重要的是安尼。阿爸，恁要做议员啦，要做厅长，拢有机会嘛？啊！你这代志未晓去处理，唔知要安从啊，一都会闹鬼。林代表都举手啊，实际上这个文代表大声举手啊，但是我主席个，我讲迄个大声，我讲啊，林代表，请你发言。啊，伊都干么呀？但是安那样啊，要合作加巴人对安那样啊？哦。我讲好，林代表，我伫只先甲你答复。我讲，我替你介绍，你身为南洋居民，当然唔当甲我人来意。好、哦，这就个交流钱啊。实际上，我是你交的文代表，我是欠伊家手干门尔。我讲，我替你介绍，你当然唔当啥物事做甲我人。好、哦，伊迄种。心肝底呐，无讲个哪里加哪里加，安尼都加，我都无管嘞，我都得个交嘞就对了。讲你这个心态，就是叫做反挂禅心态。什么叫做反挂禅？较早汉人呐，讲做放屎河地，这句话应当真较侪岁人拢嘛听。谁那放屎河地哩？原住民的餐花，你若甲放屎，伊就无爱啊！都固定我做一条，迄条伊，迄家伊就无爱，叫做放屎河地。哎，伊就另外个，伊就另外个做一条餐花，遐就无爱啊！啊，讲迄个餐花，迄就是叫做翻挂餐嘛，哦，就翻啊餐甲挂开。翻挂餐嘛，啊！这放屎河地嘛，屎甲放落去，伊就无，伊就挂好人。嗯，我讲你这心态，你就是放屎河地，你这就是翻挂餐的心态。我个命啊，无一地啊好，是有当时啊，我嘛三字经嘛做出来。啊，伊那华妹妹啊，我你也不可能他发言呐，对吧？这就是艺术规则的重要性。伊也无管伊哪好干啊！我大部说的是，伊负责照顾伢个，我讲散会，对哦。这就是我拄仔你讲互恁听吼。我去华人国军营养馆去遐开会的时哦，我就讲发言完毕安尼，迄理事长嘛学我咧，我大声讲，伊嘛。别个讲散会，所以这是真重要啦。你若唔知影是，啊，国贸一个出来吼，拄啊咧搞半年两久咧。啊，你即马国贸一个出来，唔知要搁搞久唔得。嘿，所以讲伊，我因为伊是上级的指导嘛，啊，我是依然分会尔。啊，这一句散会三会也拢无。就讲，这就是艺术的重要啦吼！啊，这我
我看这我也免想想读啦吼。但是问题会议厅是发生错误，又发生足以破坏苏德斯之事件的立法案，超出议题范围，出席人应得，出席人得，请求主席纠正。啊，这会使，吼、哦，这虽然这是较早，这是我写的，啊，因为我较早就会议主持者嘛，哦，啊，我想讲我嘛真济诶，即门诶机会嘛，哦，想讲我就去邮政总局啥，我去遐诶时，就着我甲因问啊，啊，伫宜兰遮是。我是有主持的权利啊！哦，像这哦，恁家来看看啊，啊，迄个册哦，马四公节拢有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恁就去啊，找摕较好的去做参考，一定要准备啦！无定呢，这美国的速度哦，真紧呢，怎样？迄个，敢若是咱人的。咱农历的正月初二哦，美国甲咱讲呀，讲啊，你们爱来申请，啊，莫用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政府就好。嘿，咱隔工就失去甲申请，向美国的律师紧急申请，即马发落来荷兰，你唔早看到啊无？你创者互因看，这个无重要话紧，这像这是美国官方。荷兰的呢？啊，这张荷兰的是，啊，这走路的电话，民国政府伊敢有啥物话通讲？伊无话通讲啊嘛，哦，所以讲艺术是真重要，咱一定爱学会等呢，吼、哦，去找册，像这样呢吼，像这样呢，这是美国政府的。啊，这是下骹签名，豆菜爷签名，迄是官方的主管签予咱的，哦，所以讲这真重要，唔免阁惊，哦，像讲较早我去广州，人讲阿你伫要来死的，我较早都无抓的，不但无抓，警察拄着我拢嘛，酒店里好，真正也讲对发薪水的，啊！若发生水的事，我就要哪艰苦啊！啊，无我头停到尾哦，讲实在落地啊，流破了了。我伫宜兰，啊，台东花莲，拢载来宜兰遮，坐火车来宜兰遮发财。因为咱遮吼无找了，什么卫星定位哦，嘛无找。啊，那早来宜兰，我就真方便，点外钟久就个载个到位啊。所以讲，像迄种台东花莲的，若要来咱遮上古，拢爱早来宜兰发财。啊，我就发动六七台车，啊，我拢硬硬人嘛袂使嘛，爱提着油钱红加油的。就啊，你两年外，特别三年啊。你甲讲我爱开偌济，啊！我这拢家拢无当请呢，伊拢落地啊溜出来，溜到要抱阮囝，我拢开了。啊，讲着笑话轻松者吼，啊，我都安尼吐讲啊，想家遐讲家遐吼，安尼较有趣味啦。啊，这都恁家己看着拢知影。我虽然讲文笔无通真好，但是应当写起来拢看有啦，吼。啊！恁都即甲我做参考，即张纸扎堆做参考就好啦，哈。啊，都迄、那个都从事即个劳工运动，哈，啊，工服务啥，即嘛真济。我嘛曾经哦，捌去服务一个团体。答应应大家，然后你买股票的人拢知影。答应这公司嘛，忽个不离大了，哦，
啊，伊就是去中国投资失利了钱，啊，要转来宜兰遮去卖一间，卖钱要搁摕去中国遐，互中国人食。伊123个咧，123个，伊要共险去迄个夹头份，要叫伊上班，啊，伊来回里程36公里。36公里，你要叫人去遐上班，啊，这唔对。因到尾来找我，我讲安尼啦，我甲恁斗3工无要紧，啊，恁若唔捌的所在，莫乱胡乱撞，啊，这恁稳赢的。啊，我就是因咧123个，我就讲哦，我半两点钟久的时间，我来讲予恁听，你今拄到的。哦，我来给您做一个说明。我讲一点点久，因即马现实拄到的做是安怎？一点点久留空来给因问。恁拄啊听无详细，恁敢问话紧？我给你答复安尼。啊，123个哦，一个无来呢，做未来袂当来。啊，122个来。结果哦，这个我就给伊请去县政府调解，啊，调解时我就给伊提出要求，你要叫阮来去东陆上班不要紧，你要依据邦桥州请千衣求拿，特早去。8点准时来原址才敢在，这个过程路程拢爱属于公司的头家爱付钱，下回下班你还佫敢载到转来？哦，5点以前下班的时间爱敢载到转来？啊，伊安尼讲，伊派一个协理来甲我讲，佫律师对呢律师。伊讲诶，啊，这无要紧啊，这做会到。我毋是哦，我都市面内底有声明哦。啊，有合破咧啊，合破咧交通工具哦，载小孩的车我唔爱啊。哦，就是爱巴士，哦，游览车、公路车的，哦，旅行车，这才是哦，做合破咧，这个交通工具啊呢。啊，伊我听者都像干咧啉几啊罐啊。民安局去关进关操作点，那讲啊，要求这个才来行。第二点呢，我知道你要变什么梦，你就是讲哦，最低工资1380块，用计件的，我就遐让你做，安尼我就无违反劳动基准法，啊，安尼你就。都袂收花啦嘛，伊都有最低工资予你啊嘛，啊！但是你敢领遐钱呢？伊无起要哪饲啦？10几块要哪饲无起？所以无法度啊！你就是吼，强的顶波6个月合并，第六我要几领月薪啊？安尼看好无？伊讲这个，佮头家讲，我讲你做袂到啦，免讲佮头家讲。伊话吓吓咧，点我甲要求四五个问题，因都无一项有咋答复我。到尾这个告诉吼，无甲仲裁去，伫这个县政府遮都解决了。啊，解决的是吼，伊嘛真欢喜啊，吼，咱过赢咧。迄早起啊，就钱都付好因啊。啊！大家拢领到钱啊，真欢喜啊！啊，就哦哇！因咧理事长就创一个什么庆功宴，拍电话甲我邀请，伊就讲啊，会长你，这个阮因为要开庆功宴，啊，你唔来参加一下呢？我讲参加是会使啊，但只要有条件才会使啊。伊讲啊，什么条件？你做你讲。伊讲我讲哦。宴席中5分至10分，和我讲一下话。伊讲啊，迄无问题咯。阮曾经
听你讲两点钟久，连放尿都唔敢去。哎，安尼我就真放心啊！到尾和我讲话，我就会去啊。啊，我会较慢去。本来我是拢守时、守信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迄届我有较慢去一个，因为我是人客，因123个是主人，我一个是人客。啊，我较慢去一个。啊，我去教育时哦，好画立正。哎哇！迄破声如雷如雷，砰砰叫安尼，拍五分钟，伊想讲打好啊好啊好啊，连咪手煞碰拍个。啊，食几下，出几下路菜市个，我就起来讲话啊，讲唔对啊啦，什么庆功宴贵号，笑别回来。你输了，我你庆功。明仔载，路沿东西，大家拢无头脑。你输了，你只不过是我替恁出力，争取到恁应该有的福利，安尼一点仔囝尔。你欢喜，你拍，你庆功宴，输你知唔知？哦。因我讲遮，事实讲我讲较加十分，大家拢哭咧。因这怎讲阿孝？迄个食了就无啊了，迄块菜食了就无啊咧。明仔早起大家无头路，当变安创。我讲哦，我是希望明仔早起，你123个是我林定杰的化身。哦，花声咧咧叫，因大家拢哭，因大家唔知啊，想讲哦，我领四五千呢，哎，都做无一年，啊，有诶讲，哎，我领30000嘛未歹，有诶讲，我领40几万呢，伊做20多年免讲啊，领40几万，实际上迄是输了，哦，啊，我就讲哦，我今日就甲恁讲话目的，就是。以后类似的情形再发生，恁都倒过我安那处理，后摆恁都会晓。恁就是我林定杰123的化身，所以讲这个宴席虽然真欢喜，转为悲伤，到尾啊，因都知影，知影讲这个吼，这个乌鲁木齐的流亡政府中华民国，是用安尼在吃工人。啊！食到好，你唔知痛到要死。你若无甲提醒的时，确实唔知哦。啊，所以讲像这款的代志呢，真济啦，拢直直滴发生啦。我是想到的是哦，啊，讲一个给大家做参考。嘛是强调讲艺术，就是像这個，你我即马咧讲这個。这嘛是协调会，啊，我是这个协调会，啊，我是代表罗岗的委员嘛，啊，这其中有几哪呢？县政府会发出协会予咱，啊，像讲这开会，这是重点的事，你要提出来讲啊。你若唔知讲明，要针对倒位甲结落，吼，你都车伊无法哩嘛，你都无违法嘛。哦，像讲有一个叫做韩国嘅美女啊，像有够大件嘅大件啦，哦，啊，伊就一条啊一条，伊叫做生产线，一条啊一条甲你收起来，啊，因要收起来正常哦，甲销做好哦，啊，伊就讲啊，我摕去互恁会长看，啊，伊嘛真正摕来我看咧，我即买啊个我甲看，哎，这个做了是拢对了，哦，但是哦。王三女士年岁超过60，最爱办退休加一倍钱啊！因都提到对接我讲，王三女士，阮会长讲的，王三女士爱办退休，好，因那个江班的我叫出来，你知？有够厉害了，无厉害变哪种？我迄两阵啊，真侪律师拢去外口做，这真怎样？因为迄当阵啊，诶，律师哦，无读到
劳动基准法。因都敢读啥？因都读迄个中华民国早路政府的迄本宪法内底吼，无够一页。劳动基准法咯，无够一页。啊，就读起来尔。啊，伊啊，考条律师的时，你剩的劳动基准法是几本册才用教啊？我头先甲伊讲诶。你变开173页，你看卖第几行？我规本拢背起来，所以讲有一个吼，叫做救援会员的头家姓林，伊嘛是我的朋友。啊，伊就是因个工人哦，讲拢伫台北大桥开啊跋筊，啊唔转去，啊转去车唔知通去出。哦，啊，这工人有哪真过分？咱讲实在，啊，伊就因个工人比较土，唔查公平，安那个土，所以讲哦，因个工人就是该讲土遐，我甲算算是三成嘞尔。啊，我就迄两阵啊，都老修成伫做生意员，啊，老修成我诶，小英啊，喂老大，伊老修成甲我换条。伊讲诶，老大，啊，咱这代表从一个是木村啊，啊，一个是定位，这两个拢咱诶支持者，那边啊从，我讲好啊，我咧斗三工啊，边啊从，啊，我去找木村啊呢，啊，木村啊，伊就歹插我，伊知我要创啥，伊甲当作笑诶，唔歹插我，伊讲好啦，我要找你唔较快，我就赶紧去馆长，伊两阵诶尤锡坤咧做馆长。我去找因某啊，讲诶，你家遐木村啊来，啊因这都做生意人，拢爱抱馆长，找因某嘛煞抱惨落。啊因某就我就抱怨伊，就甲拍电话，我变五分久就到位啊。啊，伊就讲啊，我就知影是你，嘿，我讲早下你过来，今日呢我是要甲你斗三工，你知影？伊我落去劳动基准，我扎个扎一支荧光笔。哎，我诶，木村啊，你今仔日卡着是这条，伊讲诶，阿条啊，讲烂啊，阿条啊是律师，你听，讲迄边插伊，阮免插伊，你靠路红团，我咧讲，第二早起透早嘛，木村啊就拍电话来找我，哎、欸，阿东啊，我讲哟，哪啦？伊讲哎，我请你食青梅，伊就甲讲哦。你讲遐拢无唔对，昨暝我拢处理好。讲对啊，你遐若要去处理哦，你若好，你袂去，我应该去处理哦。我袂来苦都煞甲你吞起来。所以讲哦，爱捌，这拢你唔通看迄无重要咧。做议员爱去共质询呐，爱去质询。官员啊，啊！你做官员变啊队伍啊，做官员变啊人搭伙变啊主持会议啊，议事规则就是这嘛。啊，我对头讲到尾，虽然你我是先甲遐讲个，但是我讲的拢甲议事规则有关系哦。所以讲这是一最真重要的课程，希望恁大家拢去找一本册去做参考。即马就好开始啊！因为咱伫要执政啊，你伫要做官，你伫要做议员，你伫要做厅长啊，爱主持会议，爱有即阵的技巧啊呢！哈、啊，我今仔日都稍微定个一下就好，哈、啊，哈哈，多谢多谢。下一车起立。行嘞，那请就楼卡食饭吼。